1949年以后呢，我们的文艺是一种建制化的方式来展开，它不只是说有思想的统一，要统一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同时呢，它建立一套的体制，是吧？作家协会、文联，是吧？然后呢，它有两大刊物，一个是《人民文学》，一个是《文艺报》。《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现当年可是了不得，是吧？当年你《人民文学》这就叫国刊，是吧？《文艺报》叫做国报，当时所有的重要的作品、激烈的思想斗争都在这上面展开，是吧？《文艺报》原来主编是谁？是丁丁，是吧？丁丁当过主编，开始其实是要让胡风去当，但是胡风呢不干。其实胡风的问题呢，我们后面可以讨论讨论哈。其实也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也有他自身的一些问题。那么《人民文学》创刊是1949年10月25日，它是作为全国文学，当时叫全国文学，后来又通过作协的直属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它是偏向于文艺政策、文艺思想和理论批评，《人民文学》是发各种作品。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党对文艺的领导的全面建制化 ，institution 啊，这个大家理解这个词。这个词呢，在读这个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批评中呢，会经常会用这个啊，这个是一般翻成建制化，那么也是英文大家肯定比我知道它有好多种含义，是吧？委任啊、任命啊、建造啊、惯例啊，是吧？啊 ，institution 啊，这个大家可以还有一些呢。用 constitution， 那其实 constitution 是宪法，是吧？但是它有时候也转过来用体制化、建制化，也用这个概念。比如说在80年代，我们开学术研讨会，是吧？那李泽厚来了，李泽厚坐中间，你别的人，你什么官多大，你坐旁边去，是不是？那为什么？80年代崇尚思想解放，崇尚这种尊重学术。那么到了90年，到了现在，这个完全都是官本位，是吧？现在中国的这个官本位已经穷凶极恶，都要论权力，谁的长谁带的长，是吧？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是吧？你都得带长，院长、校长，是吧？你专家教授都不值钱了，是吧？没带长，是吧？大多数这样。但是这就是说，这本身是一个惯例，是吧？没有谁规定说啊，主席台中央要做谁？80年代也没有人说啊，李泽厚要做中间。他就是一个美学教研室的副主任，一个副处级干部，是吧？但是呢，因为他领风骚，那个时代崇尚思想解放，是吧？所以这就是，当然我这是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其实有很多看不见的，是吧？那么当然礼仪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属于建制化的惯例的一个方面，就像大家和女同学走路，是吧？要让女同学先走，是吧？然后要给女同学开门，是吧？要女同学在打饭的话呢，你要帮她付饭票，是吧？付菜票，这都是惯例啊。这里呢，我引一段汉娜·阿伦特的在《论革命》中说的一个观点。所以我大家会发现，我为什么要引汉娜·阿伦特？汉娜·阿伦特呢是右派，是吧？所以我在这里面呢，我要去肯定这样一个革命建制的时候呢，这种思想又相对来说同情的左派，所以说我恰恰是想调和这两种观点，大家理解吗？就是说汉娜·阿伦特他写的是集权制度的起源，他是猛烈的抨击这种专制集权制度，但是我会在不同的意义上去使用他的一些观点，和他的观点展开了一种张力的一种关系。汉娜·阿伦特说了，历次革命最伟大的事件都是立国之举，那么革命精神就具有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在我们看来是格格不入，甚至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是建立新政治体系，新政治体和筹划新政府形式之举，此事伟大，涉及新结构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另一方面，参与这一大事的人一定拥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痛快淋漓地体察了人类高端的能力，体察到始终与新事物在地球上荡身相伴随的高亢精神。这两种因素，一个涉及稳定性，一个涉及新事物之精神，他们在政治思想和术语学上是对立的，即一个被视为保守主义，另一个则被认为
进步的自由主义的壮丽。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来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经验，它就和这样一种观点呢，它就有差异了。我们可以和汉娜·阿伦特呢构成一种讨论。那么在我看，革命文艺建制化呢，与个人的激情呢，它会紧密相连。本来个人他是疏于之外的，你像萧军这样之类的这种文艺家，他就反抗体制，是吧？反体制。那么，但是呢，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中国的作家，左翼作家，大部分呢，他是认同这个体制，他要共同去完成这个体制的建构，啊，就说个人只有融入了体制，只有在建制化中获得了编制，才与一个伟大的组织与党和人民在一起，他的思想与精神才具有时代的意义。当我们用一体化这种概念试图描述这个时期的文艺建设状况时，有必要注意到这样一种体制化和以建制化的形式却具有深入人心的力量。革命文艺的建制本身具有实存的组织形式，它可以有效地动员、召唤、团结和瓦解文艺家成员。这样的建制当然是开创性的，前所未有的。对新中国的文艺家来说，革命文艺开创了崭新的未来，历史正在翻开新的篇章，他们正是其中主角。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建制与文艺家个人的激情投射所构成的互动关系，他们正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内驱力。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一看这样一个建制建构的过程当中，这新中国成立，是吧？中国文学成立，那么中国的作家他们所具有的那种态度、那种精神、那种心情啊，那么此时此刻的作家和理论家们呢，都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那么这个何其芳呢，他就马上就建国之参加过国庆大典了，就要写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这个10月1号，在座有多少同学要去走方阵，是吧？有多少同学？哇，这么多啊！我也十分荣幸的能够到，有可能到观礼台去，啊，所以我能看到你们啊。但你们肯定看不到我，我被挤到后面去了，但是我会在那里为你们鼓劲的哈，为你们高呼的哈。但是我现在考虑，我晚上回来是不是也要写一首这样的诗哈，但是我现在一直在构思，好像我这个缺乏激情哈，缺乏激情。虽然也那么的热爱党，热爱伟大的祖国，但是现在再要有何其芳的那样一个激情澎湃，我可能主要还是才华不够啊，财力不带。你看何其芳的当天啊，就参加完国庆庆典，就写了，这是何其芳，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历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有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啊！那个年代激情好慢呀，大家看看啊，多少年代，多少中国人民在长长的黑暗的夜晚一样的苦难里梦想着你，在涂满了血的荆棘的路上寻找着你，在监狱中或者在战场上为你献出他们生命的时候呼喊着你。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啊，那么1939年7月到延安，啊，丁宁是1936年去的，他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主任。大家想一想，他那个时候才多少岁？1912年出生，27岁，是吧？我们现在27岁还要读博士，是吧？还要答辩，是吧？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整风运动，那么1944年，大家算一算，何其芳其实是32岁的时候跑到重庆试图教训胡风，是吧？肯定胡风很不高兴。1953年，他就主持文学研究所，就是我曾经在那里献出了我的青春年华的地方啊。
然后直到逝世，他在我们所确实口碑很好，几乎每个人都说起他来。但是大家如果读文学史上看到的何其芳也是另一副面孔，是吧？批斗胡风，那么写了很多的批判文章，在文学所觉得他对人尽量的保护知识分子，然后免尽量的让他们这个生活日子过得好一些啊，有对他很好的一个赞美。所以他的诗寓言可能大家都读过，《夜歌》和《白天的歌》，是吧？大家最熟悉他什么诗？寓言啊，还有胡风，这个是胡风呢也立即写了《时间开始了》。关于胡风，在座的有没有蕲春的呢？蕲春。湖北蕲春呐，这个那个地方出了不少的名人哈。胡风的简介书里面有，我这里不念了啊，大家肯定都。但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个年代，注意一下那个年代的人都是非常年轻、非常激进，所以胡风也是北大的。后来才转到清华，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整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基本上是北大中文系的历史，是不是？啊，再加上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基本上是北京大学的历史。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一个月工资8块钱，是吧？如果当时北大给毛主席、毛泽东一个月工资发200块钱，中国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是吧？真是短视啊！所以有时候大家不要亏待任何一个人。毛主席当年去拜访鲁迅，去了几次？去了2次，鲁迅都不见。每一次去，鲁迅的弟弟周建能。大家知道吧？大家知道周作了，不知道周建了。周建呢，解放后是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每一次去，毛泽东呢，一个湖北的这个青年，满口的湖南腔，是吧？湖南少少的，我跟你讲，湖南腔，是吧？每一次去，周建能就不管任何人到他家里，他都给他泡上一杯茶。请他坐，他也不知道毛泽东是谁，是吧？来的学生找鲁迅的太多了，就请他客厅里面坐，泡上一杯茶。哎呀，毛主席一喝，哎呀，觉得这个还是这个周建能好，这个周树人这见都不见。你看周建能泡茶，啊，第二次去，哎，他又泡一杯茶，他又喝了，哎呀，这周建能好。解放以后，毛泽东批个条子，周建能月薪400块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啊，一杯茶，你看两杯茶就多值了，是不是？所以大家以后不要看到乡下来的人不要看不起，是吧？这个都要泡上一杯茶，是吧？没准哪一天就是革命造反派的头子了。所以这个周建能呢，这个解放以后这个泡茶这个很重要啊。这当然就是开玩笑的话啊，主要毛主席还是因为周建能是吧？是鲁迅啊，鲁迅的这个弟弟，同时呢对革命呢有很大的贡献啊。这里胡风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老了，这个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放出来了是吧？满脸的沧桑，大家哪看得到这样一个老头在30、40年代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个旗手，确实是一个旗帜式的人物。我再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大家看到吗？都有年轻的时候，是吧？你看，这是才子佳人啊，是不是？啊，大家现在看一看你们的老师，是吧？都是些老头子、老干巴菜，都有过年轻的时候，是吧？都有过像你们一样年轻的时候。你看胡风，大家一看，这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啊？岁月沧桑啊，大家知道啊，这个
所以看看那个是饱经沧桑的照片。这里面的照片大家会认得出来吗？哪个同学认得出来？这个认得出来吗？啊，这个国父认得出来。这个呢？巴金。好，这个是马思聪。马思聪大家知道谁吗？中国的小提琴的神童，14岁就独奏小提琴。啊，那么是中国第一任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中国音协的主席。他是那下重庆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到重庆，这外面约请了两个人跟毛泽东谈文艺问题，一个是徐迟，一个是马思聪。毛泽东跟马思聪谈了3个钟头，促膝而谈，谈得非常的这个。马思聪说毛泽东两眼放光，是吧？谈到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他把毛泽东引为知音。但是呢，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个马思聪当时解放前夕，司徒雷登2次，一次亲自到他家里劝他到美国当教授，第二次派他的亲信去动员马思聪，被马思聪拒绝了。后来马思聪到了那下在香港，后来到了大陆，那么来成为革命文艺家。但是1967年，他偷渡到美国，成为一个当时一个巨风轰动一时的案件，就是马思聪叛党叛国投敌案。所以直到80年代，他才被平反。一直在客居美国啊，非常的苍凉，非常的苍凉。但是呢，1967年他逃走之后呢，也捡了一条命，否则十有八九他是被打死的。所以大家看一看这张图片上的人物，这个人叛党投敌，这个人自杀，胡风是反党集团的头子，这个艾青是右派，是吧？就剩下一个霸金，是吧？真是周公恐惧流言日啊，王猛谦卑未创始啊！我这样说很不厚道。只有他谨小慎微的，后来当上了中国作协的主席，一当几十年。但是文革后，他就写了《反随想录》，是吧？来反思他的过去的一种历史。但是这几个都历经沧桑，历经劫难。这几个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当时照相，胡风站在中间，就是作为一个批评家，在当年他的一种地位，是吧？大家对他的尊崇，当然也是因为他对革命文艺的贡献，所以这张照片确实是蕴含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艺术的那种沧桑的历史。关于沈从文，大家上现代文学都上过了，是吧？上过现代文学史吗？上过了哈，那大家很熟悉，我就不多说。那么很不幸，沈从文也是北大中文系，是吧？在北大中文系旁听，后来读了我们这个，当了中文系的教授啊，他是没有上过大学，当了中文系的教授。他开始是在西南联大，是吧？后来1947年到1949年在咱们北大，后来就因为被驱赶出去了。这是他的日记，日记中的节选。那么在胡老师编的那个资料里面有他的完整的啊。这一天呢，他是这么写的：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惜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地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地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我希望继续有音乐在耳边回旋，事实上只是一群小噪瓦
嘻嘻叫着，我似乎要污言一番，我似乎连这个也不必须，我活在一种可怕孤立中，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在那个当年邵全林写的这个在香港写的文章里面，就对他点名对他过批判，那下还没有点胡风的名，现在已经点了他的名了，是他是作为反动文艺家的这样一个人物来被批判的。所以革命成功之后，你可以想象这个沈从文的恐惧就是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就他被这样一个革命的体制、革命的建制、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驱逐了，边缘化了，是吧？革命的文艺他要驱逐这些人，胡风、沈从文，是吧？然后把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建立一个庞大的队伍，就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作战会上讲的，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朱总司令，另一支是鲁司令，是吧？其实呢，两支队伍都是毛司令，是吧？都是毛司令。